我们看一下这一题，0.1 的盐酸加了镁，它会产生氢气。我想要加速它反应，我可以怎么做 ？A 选项加金箔，没有反应。金箔它不跟大部分的物质都不跟金箔发生反应，所以它反应速率不会变。加硫酸，硫酸跟镁会发生反应哦，因为它的氢离子变多，所以反应速率会变大。C， 如果我加氢氧化镁的话，为什么反应速率会变小呢？因为氢氧根它会把这个氢离子拿去酸碱中和，所以你的氢离子浓度就变少，氢离子浓度变少，反应速率就会变小。加水，加水的话，体积变大，可是氢离子的那个摩尔数是一样的啊，体积变大，浓度会变小，浓度变小，反应速率也会变小。这样这一题我们就可以轻松得分。